近日，有媒体拍到张智霖、袁咏仪一家为爱宠买宠物用品的画面。张智霖和儿子魔童之间互动很有爱。只见照片中，张智霖身穿深色上衣、大牛仔裤，而袁咏仪则是身穿黑衣，同样配了一条牛仔裤。儿子魔童的高瘦身影和样貌都很像袁咏仪，一家人频频互动，显得十分幸福甜蜜。据悉，张智霖出生于香港，在1991年时以歌手身份出道。在2001年时，他和袁咏仪结了婚，两人结婚至今已有16年了。在2006年的时候，他还和袁咏仪生下了儿子。